嘉宾哈，来到我牛魂眼教学园区。啊，你们有来过这里吗？刚有，刚没来过。我有。都有哈。啊，以前有解说员吗？没有。好，没有。自己观一观。自己走一走哈。发展协会就在网站，哎，我们白垩土，哎嘛是一个山坡地之爱啦，算是山坡地丢丢的感觉。伊是袂当种植生物的哈，植物拢袂当伫遐生存的。啊，你为虾米看到这个所在，那会当即卖有这么侪植物伫遮？就是因为咱做到生态干化。好啊，不然原来这边的坡度呢、坡地呢，拢是像安尼金金的。泥岩地哈，它的特性呢，就是一定的时阵呢，顶到咱石头；啊，若软的时阵呢，软到咱麻子。会当笑来做土红啊，习惯了。我那宝贵的时阵吼，是咱行过了，足侪蛇呢。嗯，总之，因为恁较早的时阵，那溪水一直流出去吼，其实咱要做生态是无法度的。所以呢，泥岩地伊逐项拢无好，啊，不过伊做啥物上好，伊来堆水上好，哈，它可以蓄水，伊的分子非常的小。好、哦，爱也当，咱其实你那也当看到啦，是爱抗旱，哈、哦，这样子。这早起在等布诶，在提炼诶，碱性，而且它的 pH 值，嗯，讲，伊个 pH 值达到8到9之间，嗯，还蛮咸的，嘿，对了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是我们第一站，好、哦，这边就是，第一站，我就是。这里就是第一站了，在这个地方，大概有一些阿姆阿伯因呐无爱行，因就伫遮，我拢会叫因伫遮行行看看。啊，我搁会当甲咱直接就会当看到咱规个后会呈现一个蒙蒙雾雾的，好，啊，搁那水较清，搁有水中倒影，好，还就有一点像咱中国的国画，好，但是阮的校长老师出要甲80几位。加起来哦，加起来80几位哦，啊，这很不容易呢，将近三分之一的比率哦。啊，就是因为讲为什么咱看安尼，就是因为咱家真正有这个文昌笔给咱指引，啊，让咱家当出一挂了高人安尼。哦，两家算起来是一个善乡。啊，迄个家长就拢一直鼓励咱的囡仔爱读册安尼，以前是安尼。两家是一个善乡呢，有外善，全国排第二善呢。真的。是啊，真的呢。啊，人拢会甲我问讲，啊，第一山对，第一山就是山，迄个坐顶。啊，为什么坐顶也是排汗山？排水管这么大，直径呢差不多2公尺，啊，它的长深度呢挖差不多在12公尺，刚开始的时候啦，12公尺，啊的就比宾馆各做一个凉亭啊。你去到那边，你不会觉得那是排水管，哎，是一个凉亭，好、嗯。讲水中老大功能侪，全国设计无几个，透风落雨啊！啊，都来修嘞！工人，工人，其实这个部落也没有修的状况下，阿林要去看路。哦，感谢你啊！哦，你这呢？这边无啊，你修这样子。你这样看是好像这边棒啊，是比那个好。小车子定了，这个奥货。